我叫吴江，今年30岁，现在是凌晨12点，我正在回家的路上。每当我推开自己的房门，回到自己的音乐世界，感觉就特别的满足。家里的小卧室是我每天最喜欢待的地儿，有从1950年到2015年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歌手以及乐队的几千盒磁带，每天都从这里拿几盒听一下，感觉特别享受。今天感觉太棒了，因为我要赶往中国最专业的音乐舞台——中国新歌声。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今天马上就要比赛了。其实我特别想把这一段美好时光也保留在我的记忆里。今晚我希望能用短短的几分钟带所有人去感受旧时光的美好。蒋哥，兄弟，蒋哥加油。有 reggae。有明亮的心和懵懂的眼睛，在墙壁的指针在响，我不是女生，早已过了17。17岁女生的温柔，其实是和那个的。我才上17岁的女生，也许没有想象中的近。在墙壁的指针在响，我不是女生，早已过了17。我是男生，习惯女生的男生。我爱女生，舍得很多女生。虚拟快要17，每天等着第一点滴。虚拟城市17，懂的都是他们的道理。虚拟过了17，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。没什么关系，虚拟快要17，下个大句 ABCD。虚拟真实17，别的都是人生难题。虚拟过了17，往前看往后看到你不松心。我早已过了17。可塑性是不错的。你是女生，温柔的女生。冲冲冲冲冲！你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。控制不错，不错。你是女生，单亲的女生。你是女生，让男生喜欢的女生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加加 ！Come on！ 我是男生，爱你的男生。我是男生，哦，爱你的男生。耶耶耶耶耶！我是男生，喜欢女生的男生。耶！我爱女生，这里很多女生。可开心了啊！行啊，先介绍一下自己吧。
嗯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吴江，我来自四川绵阳。嗯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嗯，我今年30。哎，跟我很像啊，30岁还说17岁我来了，对不对？感觉好像才16的感觉。刚刚他说30岁的时候，观众在这边尖叫，你们尖叫的意思是觉得说他看起来年轻是吧？看起来像17岁。哦，这样我觉得才不是嘞，而是说他说我是男生，我喜欢女生，你这太明显了吧？不敢，我已经结婚了，结婚了啊，好、哦，那 OK， 对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的节奏感，这个节奏的分布都很准确，中间我就听到了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她，我是男生啊，这等等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好创意出现，有态度了，对，哎，好玩。对，他刚刚在唱歌的时候，其实我看到仿佛就是哈林哥上身了，对不对？又来了，我觉得哈林老师讲的真的非常好，对啊，对，但是你还是来我这队好了，因为我已经替你想好，哎，下一次你要唱什么歌曲？哎呦，不错，哎，你不要乱模仿啊，哎呦，不错。有时候被模仿都没有好下场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你小心一点。其实我有点紧张的，是你的帽子，你的帽子上面那个并不，那个不是哈林哥常常比的这个 rocker 吧？不是，那上面你可以仔细看一下，上面其实是比的是一个六字，一个六。对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因为六六大顺来我这边最顺的。我们 rock 也可以这样比，你知不知道？对，可以。Aloha， 你又喜欢这个摇滚。又喜欢六六大顺，加起来就是我爱你了。哎，我想拍宣传照最会比手势的是谁？你不如现在给我来个10连拍，十连拍最会、你要不要现在表演一个10连拍？不，因为讲真的，在饶舌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在念的时候，是需要蛮多手势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如果你来我这队，我会加一些舞步跟动作给你。好不好？谢谢。你觉得对教他跳舞是很吸引人的部分吗？因为我的强项。这位同学，好奇你前胸挂了一个这个出入证是吗？不，这个不是出入证啊，这个是我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 Walkman， 就是随身听。随身听啊？对啊。很久远以前的。对。什么时代了？我收藏的磁带。其实特别多啊，来自全世界各地。那你肯定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歌，啊？周杰伦出道的时候已经没有卡带了。你说有哎？你是2001年，我的第一张专辑刚好就有卡带。第二张呢？第二张还有啊？你们不要骗人。所以他最多只听过你一张专辑。哈林哥，我帮你问一下，他有没有收藏我们？对，看看他收藏过我们哪些人的卡带。好的。杰伦老师的话，目前为止我就是第一张唱片没有，基本上，只要你出过磁带的我都有。哎，谢谢。汪峰老师的歌。我收藏汪峰老师的那张磁带是70后的哥哥姐姐们送给我的那张《晚安北京》啊，所以他没冲下来嘛。你在说哈林老师的专辑，我也收藏了不少。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《情非得已》，我们所有的男生都特别向往，就是拿一把木吉他，然后能够唱这首歌。然后我在长大以后，包括现在，我再往回再收藏你的东西，一些已很早发现过的。你还找得到那些卡带？能找到，哇，能找到。然后但是也特别难，反正。我谢谢你。听了特别感动，啊！对，我们不聊这个唱片的这个东西，真的好，我们聊音乐的。如果你来我这一队，因为我刚刚看你其实蛮喜欢汪峰老师的，因为你有他的歌曲，所以如果你来我这一队，我下一次帮你把汪峰老师的歌改成雷鬼的怎么样？哇，不错你来我这我也可以做哇，这个 idea 不错。所以你最后的选择是？你说错了，我帮你消音啊，把那个。所以说，只要不是说周杰伦都消音，都消音都没有声音的。这个你的选择是，真的很纠结，但是我最后我还是想听我媳妇儿的意见。对，听听老婆的。周杰伦。所以我的选择是。杰伦哥。
你成功了。耶、yeah. 太棒太棒，好，替我谢谢老婆哈，替我谢谢老婆。你不对啊，你这样就不对，要听妈妈的话，对不对？杰伦哥加油。 Yeah.